俺朋友钓鱼钓出来300块银元，哦，我花10万块钱从他那买了30块，嗯，你帮我看看这次能赚多少？10万买30块银元回来，看来你这是大手笔啊！看来你对银元非常懂啊！来，我先看看是啥的银元。我对银元是不懂，但是我朋友比较懂。哦，他说这一块银元最少值个5万8万的，哦，说要带着我们发大财。带你发大财，哎，我看你这全是大头小头啊，这有的带绿袖。而且里边大部分你看这都洗过了，如果一块能卖5万8万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要多此一举？他自己卖了不就行了吗？他这叫这仗义啊，哦，有钱大家一起赚嘛。主要是他想拉我一把，哦，你给仔细看看，这银元的状态都非常好。嗯，整体状态还行吧。从洗过的这些来看，这个除了笔面，你看这有些带点绿锈之外，品相还算通货吧。袁大头，我没看到这里边有8年的和之前的版。另外这些带绿锈的，也算是通货状态。10万买30块，这咋挣钱？我朋友在网上找的靠谱的专家看过了。嗯，这些洗过的，嗯，能卖个5万8万的一个。哦，这些没洗的，一个能卖20万。我算完了，这全部卖完能赚个200万左右。你这靠谱的专家报价太不靠谱了，洗过和没洗过的银元价格哪有错那么多，没洗过的银元在我们行内被称为原味，而你这些全部都是带绿锈，在我们行内啊称为罐装，锈少一点的还好一些，锈大一些的你放平时都在清洗掉，价格稍微有一些影响，而你这些洗过了虽然说清洗了，但是整体上没有上到底板吧，以我看这两种价格是一样的。反正我不管那么多嘛，对于我来说，只要能赚钱就行。哦，赚钱让我去外地，我嫌麻烦。嗯嗯，这30块给你，嗯，你给我200万就行。挣钱我觉得有点难啊，我看一遍之后发现啊，你这银元全部都是常见的年份。哎，袁大头、孙小头、川样，这都是银元中最基础的银元，全部变现的话，你不仅挣不到钱，我看你还要赔的稀里哗啦。不可能的事儿，你得仔细给我看看多少钱一个吧。嗯，你也打价。哎呀，这价钱说实话没什么可打。你这里边我看了，总共3个币种，大小头和串样。小头嘞，总共就这3块，不仅没有任何板可言吧，而且你看这里边还有一个带戳的，孙小头最贵了，当属这个上五星下五星的板，一般我们个人家里边啊很难见到上五星下五星。和这种常见的小头比例为1000万分之1，也就是说1000万块里边才有一块值钱的。就你目前这品相的话，3块1500-1600的市场价吧。3块才给我1500-1600？对，你这价格不是扯淡吗？你这报的价格能叫我起吐血。起吐血倒不至于，刚才就告诉你了，这三个币种啊都是比较常见，这里边只有一块串样，还是23年的。上6位数最低也得挂着是21年的三鸟，23年份和常见的3、9、10元大头一个价钱，也就是说你这剩下来啊，这26块元大头串样价格是一样的，因为里边没有8年和带板的，所以只能给您按通货来算了，通货现在也就1000亿左右吧，可以算一下，大成长26块28600。多少？你这一堆才给我20000多，嗯，你这价格报了跟前年有啥区别？你别给我搞错了，我这是10万买的。你10万买的，对吧？买30块大小的回来，只能说明你对银元不懂。第一啊，300块银元重几十斤，加上水的重量，钓鱼竿根本就钓不上来。第二，恁朋友找网上那个专家很不靠谱，就像这些常见的银元，哎，能给你报到5万、8万、10万的，这都是睁着眼说瞎话。第三就是你这个朋友也不地道，哎，什么人的钱都赚，市场价20000多的东西卖给你10万，这不是坑你了吗？没有你说的那么坏。嗯，我看你也是嫉妒我们啊，嗯，要不然你在这不识货。哎，那我就找别人卖吧。我那行麻烦一点。那行那行，给，啊，你慢慢的走，拿着吧，啊，对，拿着吧，啊，拿着吧。老婶，你看我手里这个金，哎呀，这是在哪弄来？这是，哎，昨天我手破烂手的。哎啊，看你叫你看看这一家，哦，收破烂能收到银元，你这一收这还是10几块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你搞了我，说实话我都想去收破烂了。哎，也我这是第一次收。哦，哎，第一次遇到这些东西。哦，我也不知道真假。哦，不知道真假。我讲讲呀。啊，第一次收的话，说实话你这收来了也不少啊！我想给你数一数数量，是整整是12块。
哎，这么多银元你是咋收来了？咋收的？啊，平时都是我收到废铁烂铜的。哦，正好这一天呢，这个卖破烂的，嗯，和多少人闹得有点晕一点，说实话嘞，他看见我这个人呢比较实在，经常收破烂收到门前。哦，哎，他把这个破烂的，他说这个银元来卖给我了，500块钱就给我收过来了。500块钱一个还是500块钱一堆？500块钱一五百，这十几块就是500块钱。我的天哪！12块银元，500块钱都给你收过来了。这个人喝酒他得有多醉啊！而且这里边我看了，还有一块湖北龙。咱别的先不说，就你这些东西啊，绝对是赚大发了。实话实说，你这银元都是一眼开门，没问题。哎，说错吧？昨天我收了以后，浑身打颤呢，一夜没睡着觉。哦，一夜没睡着，我害怕是就是500块钱打水漂是假的，害怕这些银元是假的，害怕你那500块钱打水漂，这该过年了，该过年了。哎呀，你这担心啊是多余的，500块钱啊只赚不赔，你把心放到肚子里，你这12块银元没问题。刚才我都跟你说了，你这银元都是一眼开门的老宝浆，哎，都是真的，嗯，都是真的，哎，对，都是真的。你顺便帮我看看这到底要卖多少钱？哦，能值多少钱？哎，这个具体能值多少钱？是啊，值多少钱？啊，还是那句话，您是稳赚不赔。为啥这样说嘞？您是500块钱卖一堆，我就随便拿出来一个吧。说白了，就这一个卖的钱，你就够了。就这一个大头，您看一下，这是原汁原味的老宝浆，壁面无壳无伤无戳，味道特别好，字口夹合特别清楚。目前它这个行情价是1200一块。哎，一块1200能给到你。哎，老板，你没看错吧？啊，你确定给那么多钱？哎呀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自己看看，明显是不相信我。你说白了，你这个银元都是一眼开门，估价的话都是按现在的市场价1块1200，这11块大豆就是13200。另外呢，还有一块湖北龙没算。你这个湖北龙啊，也是属于带绿绣包浆的川式银元，湖北龙。它是属于生龙，它这个状态啊，你看也是全字口全龙鳞，壁面比较干净，整体也算是属于那种流通的品相。虽然说最近龙量嘛，它这个价格有所下降，但是这个生龙的价格一直都是中规中矩，有些甚至不跌反升。所以您的这块湖北龙能给到3500左右，再加上刚才这个大头13200，这基本上这12块银元，说白了啊，能卖到17000，妥妥的这个33倍的利润。绝对是有了，你说的真的吗？那么多，那么便宜就我赚了，嘿嘿，不相信是吧？不是，确实我从内心我有点不相信。你看咱俩说半天了啊，这是不是真的呀？我现在就给你数钱，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这叫千货两清。至于别人为什么便宜卖给你，我感觉啊，他应该是真喝醉了。你看他刚才说的，就是让你捡个大漏，这就说明啊，他还是玩音乐的，不然的话他不可能那便宜卖给你，知道吧？嗯。哎，你分析，老板你分析的对啊。虽然说收破烂的，但是这些东西啊，我不能占那个便宜哦。哎，我再给他拿回去送回去哦。哎，那个说不是别不能亏了你啊，亏了别人呢，虽然自己啊，要把装满了，你这多亏不亏不亏？哎，你说的也是嘞，这东西可能是他家祖传的。虽然说这500块钱买过来了很便宜，哎，放了这33倍的利润你不赚，这说明啊。你这个人的人品还是非常高尚的，哎，我来给你点个赞，哎，你还给他还回去吧，好吧，哎，老板，这便宜我不能赚，我不能赚那个便宜，哎，说着我不灵，这样便宜我以后我不能赚这便宜，也不能赚那个便宜，那是，哎，我给送你吧，好，谢谢老板，不客气，好。